谢谢分享啊。呸！不要分享我，不要分享我出去。不是很喜欢被分享，欢迎下饭。我想偷摸的做个主播而已，偷偷做个主播。欢迎崛起的兔兔。我们点点主播的心愿单，给主播点点掌管。我把这个设置为掌管礼物。欢迎剑宇哥，你们不要乱发言，我听你们真的很难听，求你们了。求求了，家人们，不要乱发言，踢人属于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，欢迎抓抓。谢谢关注，我们可以点点主播的心愿单。点点主播心愿单，欢迎难得糊涂。好像我那个花花已经点满了，我换一个，换个红墙白雪，众筹点点。哒哒哒哒。华伦天奴，你们可以刷礼物让我。谢谢弟弟的，谢谢弟弟的告白飞机。你可以给我点掌管，掌管好像飞机已经点满了都。你可以把这3000票分开用。的，支架上面的怎么不试试？因为它不合适这件衣服。欢迎乞丐。欢迎蜡笔小新，我1米65165，我不好，你有你的想法，谢谢弟弟。再加一次是吗？等会我就搞几个小号，哭哭给你，就是刷一次飞机给一个。欢迎季大少爷，谢谢关注。我1米65，穿上鞋1米7。欢迎 BD。我不管，不要分享我出去。好好好好好，你任性，你任性。这是因为今天有人比我快，谢谢谢谢四爷的墨剑，关注了记得回关。因为我刚开播，他进来就问了之后他就刷了。平时其实很多人问他们不刷的，他们不刷的。欢迎木哲哥，谢谢小严的加油呀！谢谢木哲哥的加油呀！欢迎黄仔，谢谢！欢迎老猫，谢谢点赞！谢谢瑶的墨镜，欢迎过雾山，我醒了来陪你，行。欢迎海，晚安马克巴克，欢迎 SS， 谢谢关注，谢谢，谢谢木哲哥的爱我哟，已经发完了，发过了，姚哥我已经发过了，谢谢木哲哥的爱我哟。谢谢乐乐的墨镜关注了，四爷哥哥可以刷个真的爱我，可以刷个真的爱我。他会更多一点，每种类型不一样这样子。欢迎乐乐，谢谢木哲哥哥的礼花筒，谢谢。谢谢木哲哥哥的1、2、3、4、5个女花筒，谢谢。
谢谢关注，欢迎小张，谢谢北生哥的真的爱我，谢谢北生哥，欢迎幻想哥，你是不是还欠我一套嘞？我可能漏发了，我可能漏发了。关注我，回关我。欢迎捕梦时光机。